从小出生的地方。从小出生的地方。走过那个小巷，我们去进去看。好的。来到牛埠，牛埠一来牛埠，先看到一头牛，稻草人。牛屎，牛屎，别铲了。啊，这个也是牛屎啊？牛屎，这么大的呀？这里有很多的牛啊。挂一个镜子是什么意思啊？对，绿地成分真多。他等下这些地现在还有牛来干啊？东湖路。那一路走过来的话，发现这个城市啊已经几乎没有什么年轻人了。很小的时候觉得这里很大，我们家在这里面。这里面啊都变成这样了。以前这个是厕所吗？厨房。厨房。好了好了啊，他这个符还不会是你们贴的吧？就是他们还认得你吗？他不就不认得俩姑娘的，要不是俩妈妈根本要不是俩妈妈就根本就不认得你。豇豆豆角。豇豆哦。豆好好好，现在哪里啊？在杭州。算走人了。前面又出现了两条牛。我们以前老在这钓小龙虾。你俩搞不搞的话，他搞到皮蛋蛋里面，骗你会搞。在哪个河？这大沟里现在还有小龙虾。我老喜欢走那个路，然后就掉到那个塘里，掉过好几次。绿水青山，前面是七星中学，以前不是叫七星中学。牛埠镇高级中学。我们接下来呢，来到了这边的一条街上。盐汽水，怎么下课了现在吃猪头肉是什么情况？这就是在学校，你看。你以前毕业了都下课了吃猪头肉这么荤的东西。前面这里有非常大的一潭荷花池啊。刚刚在这里啊、哦、受到了非常热烈的招待啊、哦、发现这里的饭菜非常好吃，然后像小龙虾非常的肥美啊，饭菜很新鲜，蔬菜都新鲜，然后这边就干净来一人一个大茶杯，然后看喝酒吃菜，最后呢上的米饭。这个呢跟温州有一点稍微不一样，温州那边的话一般是会先上主食，先上面条八宝饭，轮番敬酒，就是走一圈啊，最后没有再专门吃饭的这么一个环节。工作日的一个中午啊，感觉这边生活还是真的非常惬意的，很多都已经开了，夏天还没到啊，很多那种含苞待放的最好看的。中午吃的开不开心？你吃的开心吗？我吃的非常开心。牛埠镇的牌子，鱼米他天气很热情，给了这么多的茶叶，关系好才给这么多茶叶。茶叶浓缩汁明明只有三十几公里，怎么140多块钱？所以是不是那个 APP 有问题？这里呢是叫主桥啊，这里是主桥的一个市场，空无一人。现在木兰花白兰，现在是这个探亲活动的第三站，好吧？这里留香时间长，在过去很穷的时候，这个就是我们的香水，20多年了，树龄20多年。不想说话。各位朋友好，安徽无为。板鸭就是用这种鸭做的，这种是麻鸭，一只呢比较小只，做成的板鸭才是真正好吃的无为板鸭。这个对，天空中全是烟。